小鸡接连发生意外，再次减员，考上了985研究生，毕业后走上了人生巅峰。我怎么死掉的？那邻居都跑来了。咦，怎么少了一只鹌鹑啊？跑哪里去了嘞？A few moments later. 哇，这里有一只，冷死了。就从这个帘子上跳出来了，天哪，你跳，找了好久才找到。你看以前说这个缝是拿来透气的，还比较好，好吧，现在鸡从这里跳出来了，已经不好了。走的好惨哦，你看，20天的鸡了，毛毛多到你，你看羽毛。这么大一只，好可惜。给它固定了一下，免得再跑出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20天可以吃，加了这么多，给他们吃点看吃不吃。新饲料，来吃点新饲料。真爱上了阿强，阿爸，在一个游戏。